宇宙天地之间，气是大自然生命的动能。天有天气，地有地气，人有人气。而日常生活对话当中更是充满了气，像是生气、脾气、趾高气昂、垂头丧气等等。但很多人根本没有察觉到这些类型的气的存在，也忽略了每天的食衣住行其实都跟气息息相关。继续这个单元，我们来追查生活和饮食层面所存在的气。餐厅主厨忙着料理，这里的厨师外界称为功夫主厨，扎马不切菜，借腰腿力量帅气甩锅，个个身手非凡。原来他们是李凤山创立的梅门旗下弟子，平时都接受严格的养生气功和武术锻炼，先让自己的身心沉稳下来，所以你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把好的气场跟磁场跟能量散发给那个食物。烹调也是一种修行，所以在梅门的所有餐厅里面，不管是做菜的主厨，或是备料的点心的点心手，或是做服务外场的人，全部都是师傅的弟子，所以全部都会功夫。我们通常在切菜的时候，我们会先平甩十分钟，然后静坐一下，然后让自己稳定了之后，我们才会切菜。所以我们就是要透过自己的锻炼，然后稳定了，然后就是你给别人吃到的也是一股稳定的力量。平甩功是每位梅门弟子都要修炼的气功，等练到一定的火候，还会一起上山做茶。甩手有四大功效，循环、排除、补充、平衡，把自己的不好的晦气啊，这个不好的东西甩掉。那甩茶也是一样，他把这个腥味、臭腥味、杂味，通通在借这个过程中当中就把它甩掉。好，用一个非常规律的，等于是大家同频共振，一起这样子一二三四五一起去甩动它，甚至于到最后呢还可以甩出香味儿啊，甚至于甩到最后还可以叫出香味儿。我发现那个香味儿就是一种能，是一种能量，就好比我们在大自然的地方会闻到那种清香的味道啊，就觉得哎呀好舒服啊，哦，那个就是能量。甩茶真有能量吗？我们得借助科学实测来佐证。负责采访的记者喝茶之前，先用压力检测仪测量自身状况。这一台是我们阳明大学郭伯昭教授他研究的 HRV。这个测法很简单哦，就是喝茶之前哦，手指头放进去，好就可以开始测。这台仪器可以透过心率推算出人体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变化数值，检测身心压力状态。记者打算喝完第四杯茶后进行量测，看看数值变化。没想到在喝下第三杯甩茶后，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连专业茶人都啧啧称奇。地震了吧？是解气的，因为它是醒的气的，是因为喝茶，喝茶的关系，然后在这个空间，那空间能量很强。我们认识很多玩测能量的老师，他说：“哎呦，师傅做这个空间好厉害，也像在金字塔的中间，他只要规律的动都不用担心。”所以是因为喝茶吗？对，茶气嘛。所以有的人他很难体会茶气，不过像你这么厉害的也很少，这个绝对不是进步效果。气是大自然生命的动能，天有气，地有气，人的生死也在一呼一吸之间。而大自然律动中反映季节和气候变化的24节气，也影响着人体内气的运行。比如说我刚说的立夏，这个时候它就是会走在我们的三根，三根这也是跟心脏有关，心脏的气会比较胀的比较大，
那但是因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受伤，比如说这边撞到过，或是你的脊椎挤压了，或是胸肋这边的空间比较不够，那它胀起来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压迫，就会导致有高压出现。这个时候就要减少你对身体的压迫性，或是你的比如说就是穿的衣服不要穿得太闷紧，或是一些比较松的，还是说比较幼掉的这种问题。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也离不开气，像是每天吃的蔬菜，它的形状和颜色也可以和人体器官产生共振。食物本身它有它的气，我们身体本身也有我们的气，所以这个中间就会有一个五行，好，五行这个属性去做一个共同的共振啊。其实现在很红的一个叫做量子纠缠，那个就是共振的原理。比如说像地瓜叶，地瓜叶的形状就像心脏嘛，心形的，那它的颜色是绿色的，所以它的形跟色都对我们的心脏很有帮助。那你看那个白花野菜，它的形状就是跟肺泡的形状很像，那它的颜色又是白色的，所以它对我们这种湿闷天气会帮助你的肺的一个运行。气无所不在，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般是教人家养生，就告诉他内修精气神，好好的养修炼你的身体。外界天地气，你有空到山上去啊，空气好的地方啊，阳光普照的时候打个赤脚啊，我都跟学生这样讲哦，你晒晒太阳啊，哦，这样你身体就会健康。哦，你不要说一定要练气功嘛，还有是什么？你要去脚踩地。然后去运动，把臭气流汗流出去，叫做健康嘛。哦，所以有时候气功不稀奇，就是讲这个。从日常生活到气功锻炼，气这门学问不仅跨足玄学医学范畴，也深具科学探究的潜力。然而，多数现代人却忘记了气的存在，甚至视之为怪力乱神。大家要开放心胸去看待，在古代的人，他们没有这些资讯，复庞杂的资讯的影响之下，我可以感受到量子的这种程度的一个气感，哦，但是现代的人被这样很多事情干扰之下，他忘记了，他忘记这个气的存在，我觉得有点可惜。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感受力去享受你生命，享受你的生命能量，然后在身体流转的感觉。举凡人的生命现象和生理活动都和气息息相关，但是一般人的五感是感受不到气的存在，因此所知有限。最近也是有一些科学家和西医界人士突破固有的疆域，正在开创气学的新蓝海，我们拭目以待。我是胡婉玲，这集台湾演艺介绍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